第二章波旁，李家车站只是我旅途的第一站，但相对不会走得更远了。所以在分道扬镳之前，我们喝酒庆祝彼此人活在世上。伏特加酒并没有消退我对于独自前往波利斯的恐惧感，但我将会遇上一个意料之外又臭名昭著的同行者。好的，那我们终于来到李家车站，费尽了千辛万苦。如果说你们各位看过上一章的追逐的话，其实真的很可怕啊，就算说我们有伙伴，但是遇上那些一大群的怪物追上来，那个感觉其实还是压力很大。所以相对就只停在离家车站了，变成说我们变成要一个人去波利斯，那个压力应该会比一群人还要更大更大。但是没办法，我们还是要前进，对不对？不过照这样看来，我们好像会在离家车站遇上一位同行者，就是应该是一位吧，或是对啊，应该是啊。然后不过他说臭名昭著，这感觉就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同行者。那究竟是谁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哎，超级玛丽，你的头怎么啦？你撞到头了是吗？嘿、hey ，啊，你要跟我干杯哦！来啊，干杯啦，干杯啦！嘿、hey ，嘟噜，干杯，干杯！呀、yeah ！我们喝什么？可口可乐吗？还是伏特加？你要付我，你要赋予我勋章一枚是吗？不用啦，给我钱就好了。对啊，哎，对，就是给我这个，就是给我这个。因为在这个世界，就是子弹就是货币，所以说，哎呀，我有货币啊，给钱最实在，给钱最实在啊，是不是？嘿，hello， 啊？什么免疫？等一下，这个人，这个女人好眼熟哦，她是那个樱木花道是吗？如果各位看过前几章的话，应该就会知道我在说谁。哎，干杯，干杯 ，Do you？ 干杯，干杯，喝，都喝，都喝。好大啦！啊，好大啦！哦，伏特加能把所有人干趴，应该吧？哎，走了，结束了，就这么快吗？哎、欸，我们要记得拿这个，这个最重要，这个是货币。哇，好多哦，75哎，哇，谢谢你啦，谢谢你。好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因为现在是轮到我们来控制了。哎、欸，这边有可以拿的子弹。哦，那是樱木花道留下来给我的是吗？定情之物。啊溜溜溜溜溜溜溜，啊溜溜溜溜。嘿，老头儿，来一杯牛奶吧，我要牛奶，有没有？啊、他没有牛奶。等一下，这边有东西，这有东西。新笔记，我来看一下哦。那是什么？奇怪的阴影和声音，耳语，抽泣。他们很安静，但他们仍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地铁里有很多隧道，都有着可怕的传说，但是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东西。我们能逃出那个地方，非常幸运哦。他在说上一章啦，就是在追逐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看到那个有像黑影的东西吗？我一开始以为是人，结果好像不是，就只是单纯的阴影。然后声音跟抽泣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不幸的上一章有一个不幸被怪物抓走的那一位同行者，好像有听到。那我个人是没听到，我只有看到而已啊。总之，那不知道是什么生物，那不知道也不能说是不是生物啊，就还蛮奇怪的，哎，有钢琴呢，哎，也可以弹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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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拿。哎，这边也有，哇，好多子弹可以拿哦，好爽哦。哦呦，六，你们在吵架是吗？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拿的。好了，对不起，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钱，我没有办法给你。他们好像都会有那种乞丐要施舍给他们。哎，这边也有这个可以拿，哎，我看一下哦。新笔记第二本，哇，这本好长哦。里扎斯卡雅，返回会展中心。我们一直在观察这个车站的居民，不幸的是，他们总是处于危险中。他们的猪感染了神秘的病毒，他们的隧道顶部出现了裂缝，他们的商人沉浸于赚了钱庆祝中，花光了所有的钱。李家的人民善良好客哦，我真的很不会看简体字哎，但有点笨。你怎么那么直接的说李家车站的人民有点笨啊？我们曾经很同情他们，也有点嘲笑他们，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在会展中心，
只有我们懂得生活现在。我其实很嫉妒他们，他们火什么？和平中，这个字怎么念？火灾吗？他们不知道黑怪，他们甚至不相信那些传言。但如果我失败了，黑怪会立即摧毁这个地铁站，这些愉快的笨人的平静生活也将逝去。我将誓死捍卫这里，我得抓紧时间。OK， 这边的人看来都是笨蛋哦，好吧，你是笨蛋吗？哎，你看的一脸就像笨蛋，你是笨蛋吗？哎，你怎么斗鸡眼啊？看起来也有点笨笨傻傻的。哎，我可不是说斗鸡眼的人笨笨傻傻，我只是说那个人看起来笨笨傻傻的。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啊。我觉得这边的小鬼感觉好像都有点成熟哎。你们看这一位，他在学大人吗？我就觉得他好像有点成熟，有一点成熟的感觉。我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不过这边有点黑，没关系，没关系。有没有东西可以拿？没有，空空如也。Yes, yes, yes, yes。哎，这边有柜子，我们来翻一下。柜子就给他翻一下，虽然很黑啊，很黑，但是翻一翻，翻翻看，也许会有宝物。怎么感觉都空的、啊？哎，都空的耶！啊，都空的啊，上面呢？哦，我这边算是一样是打靶场是吗？这好像也是打靶场啦，不过我现在不需要打靶，对，我们就先继续走吧。我这边好像是枪支，就贩卖枪支的地方。Hello， 干，你骂我？我看一下我们可以改什么好了。改这边好像可以改蛮多的，消音管。哇，这是枪托哎、欸。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我需要枪托吗？我觉得我应该不需要枪托，我觉得左轮就是要左轮的样子。我们看一下散弹好了，散弹的枪托、消音管。可是如果说消音管好像就不太好了，加长枪管，射击散布更小，这样更觉得哇哇哇哇，中远距离的作战武器。嗯，我觉得散弹枪都是近战武器了，所以我改一下这把烂冲锋好了，这把烂冲锋，散热片，把那个烂枪主要的毛病修好，过热。哦，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就是改善过热啦，感觉好像不错哎、欸。我们把它改善好，改善一下哦，它要40是不是？改善。OK， 我们把我们的过热应该是改善成功了。呀、yeah? ？这什么？哦，有在卖飞刀哎、欸！哇，我们要不要买飞刀啊？其实我不知道飞刀有没有作用。我先买个子弹好了，买子弹。子弹 shotgun 好像好贵哦，5、6、5，我们买左轮好了，7、23，其实也还好哎，29、35 shotgun 这是在这边，散弹枪是这一个16、22，子弹我就多买一点，好没钱啦，我又破产啦，气死我了。这样就又破产了，不过没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必要的。我们去试试看枪好了，把这个冲锋枪改善了之后，不知道还会不会过热？试一下。过热会不会呢？好像不会嘞，没有过热的那种感觉了。不过我们的子弹真的好少哦。好了，那既然少了过热，好像也不错。OK， 哎、欸，有了，又在冒烟了。不要骗我钱啊！啊，你说改善过热啦，希望不要真的热到我又没办法发射啊。哦，还是会、欸，虽然还是会热到没办法发射，只不过时间好像拉得比较长。好，算了，没关系，就当做被骗吧。不然怎么办？我们都已经改了。对啊，总不可能说重来吧？嘿，小鬼头。Are you Artyom？ 哎，对啊，怎么了吗？ Hey, there's a man at the Black Street waiting for you. 有人在黑街等我 ，waiting for you。不要，你自己去。Okay. 他好像要帮我带路吧？可是我想要自己走走。对啊，他应该算是一个指引的方向。
指引型 NPC， 对啊，不过我想要自己找找看有没有东西，这有没有东西可以拿？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你们在烤肉哦，烤肉哦，这里有人在睡觉，这边真的好黑哦。哎，我刚有看到子弹，对不对？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哦，在这边啊，又拿到两个了，虽然有点少。我发现我们真的好穷哦，东改改西改改，什么鸟都没了。怎么了吗？为什么刚才突然黑白了一下？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要挂掉了，想说怎么突然黑白了一下。 Shift 可以跑步，那我们就用跑步走比较快吧。对，用跑步走应该会比较快。看一下我们要去哪里，他说黑街有人在等我们，是不是？黑街圣徒啊，哪里啊？这里每个地方看着都还蛮黑的啊。哎，这有一个人呢，哦，哎，你好眼熟哦，你是不是那个在第一章的时候在我家门口睡觉的那一位啊？好像哦，你怎么在这边？这边有人在睡觉，不好意思啊，打扰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多多得罪，不要生气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呢？不过这里真的都好黑，好黑，好黑。哎，这里有弹药，子弹都两个，哎，都好少哦。这边可以走，我们看一下好了。这里也有，虽然很黑，不过我还是勉强可以看得到。子弹亮亮的，对不对？子弹亮亮的，眼睛再不好，我的瑞的眼睛再不好，还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东西。这边也有啊，是不是？眼睛有时候放亮一点，虽然眼睛够小，但是放亮一点，也许就看得到。不过这边真的有够黑的，好黑哦！会不会遇到鬼啊？吓死我了！也太黑了吧！我有点怕黑耶，好可怕哦！这边是死路上，好吧，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地方可以走好了，不然死路一条，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瑞德本身的方向感就没有说多好，因为瑞德是一个很容易迷路的人。这里可以跳欸，这可以开，这可以开。哦，子弹欸，哇的，早知道刚才就不要买了。早知道刚才就不要买了啊！算了，买了就买了，就事情都做了，对不对？最主要就是要学着承担你已经做的后果，承担你已经做的后果。这有够黑的啦。嗯，等一下，我们一边一边来。我们先来看这边好了。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呢？今天好像就只是负责在找一些，看有没有物资之类的吧。看起来还蛮像的。这里也有东西吧？哦，这边有个子弹欸。然后这个人在睡觉，我们好像偷拿他的东西一样。对不起啦，没办法，我也比你还穷，所以我要哦。喂呦，哈哈哈哈哈，好玩啊。在这边也有武器，这边也有玩具可以玩啊，这边有玩具可以玩，不会说太无聊。好了，我们去看下一个地方，去看下一个地方。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呢？哎、欸，对对对，等一下，这个人的脸的模组好像是猎人的人脸，你们有没有发现？这边等一下，这里的人脸的模组好像都一样欸，好像是对不对？欸，这边有这个笔记本，我们看一下。地铁里有句话，没有什么比结伴旅行更糟了，但是没人可以依赖也是很糟糕。这个波旁人真的很怪，为什么他需要我？他很明显的对于这个隧道了若指掌。有人告诉他，那坨屎并不影响我。然后他还买了问号。我自己并不相信那个东西，但他相信。看不懂，好吧，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如果他能带我通过市场，且不在黑暗的隧道中悄悄杀掉我的话，我会很高兴。 OK， 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对不对？他叫波旁人。对啦对啦，
Sit down， 他的脸好像猎人的那个、哦、魔族的脸哦。Everybody calls me Bourbon. Bourbon. Listen. OK. 他要去干河站。诅咒的通道。好。哦，如果说我带他去干河站，他要给我 AK， 真的假的？我从来李家之前，我就想要一把 AK 了。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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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交，成交，只要 AK， 我什么都成交。哦，他还要给我钱呢。Ready。你凶屁、喔！他突然好凶哦、喔，坐在这边没有用处。OK， 好。哇哇，他给我一堆子弹呢，还要给我 AK， 也太好了吧！所以我们要跟着他走就对了。OK， 我们就跟着他走吧。这个长得像猎人却不是猎人的波旁，波旁，因为这边的人脸模组好像都一样一样。哇，他对我太好了吧？他给我钱钱，还要给我 AK。喂，可是。这个人真的怪怪的。如果说你们刚才有仔细看笔记的话，他说，就是他这个人啊，对于地铁好像是了若指掌，对不对？可是要我同行，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好像有什么阴谋存在。他还唱歌哎，哈嘟啦嘟啦嘟啦嘟哩，阿哩啦嘟啦嘟哩，听不懂。阿德巴德，嘟啦啦嘟啦嘟啦。所以我们要来这边干嘛？这不是死路吗？哦，这边可以推啦，这可以推啦，加油加油，靠你了！我帮他配音一下，感觉好像有点重啊。他推成这副德性，你是猎人的弟弟吗？还蛮像的，还是你是猎人的哥哥啊？哦，